人送我四箱橙子了，送了四箱橙子了，然后每一到现在还没吃完，我现在一冒汗都是橙汁儿。现在看什么都是橙色，现在看啥都是橙色。哇哦，谢谢宝贝。咱们在公屏上把公屏滚动起来好吗？一个小星星，一个玫瑰花，一个一，一个六都可以啊，咱们把公屏滚动起来，不要停。为什么爱会如此无助？为什么爱让人孤独？情到深处是最浓的酸楚，也许这原本就是错误。我迷失在午夜的长路，流星忘记了归途，倾心付出却找不到幸福，也许彼此爱得太盲目。跨越遥远的半途，千万里只为追寻你脚步，如果爱情也可以百度，就能不必爱得那么辛苦。我们旁边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宝贝，藏在情网深处。谢谢我们旁边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宝贝给我们打泡泡，给我们营造气氛的好萌啊，我觉得泡泡机都有点办得很困难，但是他一直在努力。谢谢你这么说的话，我都看一眼这个阿俊是几十级的阿俊。姐姐今天好看呢、啊、一眼倾城二国倾国啊，耶、yeah.倾国倾城的，听到没？走。为什么爱会如此无助？为什么爱让人孤独？情到深处是最浓的酸楚，也许这原本就是错误。我迷失在午夜的岔路，像流星忘记了归途，倾心付出却找不到幸福，也许彼此爱得太盲目。跨越遥远的半途，千万里只为追寻你脚步，如果爱情也可以百度，就能不必爱得那么辛苦。走过所有的旅途，一步步累了倦了不认输，如果爱情也可以百度，就能把你藏在情网深处。跨越遥远的半途，千万里只为追寻你脚步，如果爱情也可以百度，就能不必爱的辛苦。走过所有的旅途，一步步累了倦了不认输，如果爱情也可以百度，就能把你藏在情网深处。谢谢，感谢所有给我们点赞扣六六六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。咱们没有点过关注，此时此刻哈，新进来的朋友们，有喜欢听儿唱歌，有喜欢听姐姐唱歌的，咱们给我们点上一个关注好不好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的时间，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户外，然后晚上的是6点到9点，6点到9点，每天是两场，每一场是3个小时。所以非常的感谢，也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两个时间段能锁定我们燕儿的直播间哈。